艾小姐，有美丽的容颜和非凡的钢琴技艺，我很欣赏。但是，她出言不逊，和帝国作对，我怎么处置她呢？我想让她上明天报纸的头条。如果我亲手杀了他，有损于帝国的形象。你是帝国的朋友，所以我想请你杀了他。来，拿着。 向帝国表示衷心的时候到了。小门怎么还没出来？赵静，赵静也没出来。冈本先生，我不会开枪。 我不会，很容易。啊，来，你要准他的头，啊，砰！一切就结束了。哎，冈本先生，我真的不敢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握笔杆子的记者，我不会开枪。 不会，这是第一次，以后就会了。来吧，拿好了，很容易，轻轻的扣动扳机。 这个漂亮的小姐，共同惩罚这个乱党。拍吧，拍吧！你，啊！冈本君！ 冈本君，冈本君，快，快来人，送医院！快！小，出事了，我得去救小曼。我赶紧先去。子正，子正，放开我！冷静一点。现在情况不明，不是冲动的时候。你现在要冲进去，不但救不了艾小曼，有可能把她害死。蓝风，开车。 这就是你做的保安工作吗？抓凶手啊！好，我马上出去抓凶手啊！兔子，跟我来。哎，艾小曼到现在都没回来，她肯定是出事儿了。你能不能闭嘴？
闭嘴！我怎么闭嘴？陆子正带小曼一起出去，但是他没有把她给带回来，他能干什么啊？还不是我去的。虽然我什么都不能干，但是我让小曼安全的回来。放话！子周燕心里也不好受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行了，大家都乐观点。没准安小曼现在没事，正在回来的路上呢。你干什么去？干什么？我去救小曼。你冷静点！我他妈怎么冷静？子正，安小曼现在生死未卜，她现在在日本人手里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去了，目标更大。万一被日本人发现，她就真的没命了。那就什么都不干，在这干等着。小曼。小曼，你回来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敢把你一个人放在那儿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，子正？我回来了。太危险了，继续说，继续说。陆小曼，我今天真的特别害怕，我特别害怕，我真的害怕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害怕我再也见不到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永远都陪在你身边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的。我们永远不分开。个无辜民众就这么死在我面前。你这次跟艾小曼能化险为夷，也算是侥幸了。当天的宾客都是达官显贵，冈本一死，现场一片大乱，他们一下子也盘问不出什么，而且日本人也不敢一下扣留那么多有身份的人，我们才有机会离开。艾小曼也算是逃过一劫。你刚才跟我说，是艾小曼毒死了冈本，真的是他？肯定是他。或者也可以说，是陆子征的杀寇团策划的这次行动。他们的勇气真的是让我佩服。这个姑娘真了不起啊！可冈本让你射杀艾小曼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怀疑你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以他们的聪明和智慧，应该可以理解我当时所做的一切。他们可以理解你，可别人呢？冈本让媒体拍下那些照片，我担心
我知道，冈本是故意要制造那些照片流传出去。他想让地下的爱国力量认为是我射杀的两个无辜民众。他们是想拿我当诱饵，调出沙扣团，调出地下爱国力量。是啊，哥，以后你的日子要多加小心，我怕你会有危险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哥，这下咱们麻烦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女的肯定有问题，她一会儿卖豆腐脑，一会儿当大小姐，一会儿又唱曲儿去了，一会儿又给人敬酒，你知道吧？冈本使八成她捣的鬼，不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上报不上报？你看我干嘛？这个事到底上报不上报？哥，这事要上报了，没准你就当局长了。秃子，你跟老子这么久了，你就不能变得聪明点吗？啊？你是属驴的，给你套上嚼子，你就围着那个磨转呐转呐，自个儿就不能想一想？凡事都有两面性。这事儿提不得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以后不许再给我提起了，给我烂到肠子里头。知道了，哥。这个赵庆就是个混蛋，亏我还为了他跑前跑后的。冯永贵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人又不是赵静杀的。我说你被这个女人迷昏头了吧？啊？你没看见他和冈本一起拿着枪对着小曼吗？不会的，小曼说了，当时他是被迫的。他能被迫拿枪对着小曼，就能为了保命毙了小曼？不会，我相信赵静不会。我也相信他不会。当时如果不是他要跟冈本拍照，我就没机会下毒。如果后来不是他帮我解围，我可能也活不到现在。这回我也相信赵静。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冈本到底死没死。如何？郭文信，我哥直しま死ぬまで絶対復讐してやる。直しません。全新聞の毒薬を販売している薬局や洋行を全て閉鎖しろ。はい。
这份寻人启事是和组织联络的重要情报，我现在不方便出面，你拿去刊登在商业日报上，务必在星期天刊出。太好了，那又被群众攻击了。我理解群众，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怪他们，但是我相信这些只是暂时的，一定会过去。 你知道吗？看到民众有这么高的反日热情，我特别高兴。你呀，说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还笑得出来？哦，对了，后天下午3点，你到生活报社来一趟，我有另外一份情报要送到李家庄，辛苦你跑一趟。放心吧，3点我准时到。我的人一直在这个生活报社门口盯着那个姓赵的记者，除了有人往报社扔石头，还有人在街上故意找茬打他大耳瓜子之外。 刺客还是没有出现。岡本さん、安らかに眠りたまえ。貴殿の軍人魂は必ず貴殿の後を打つ。 踊りも用意した。あとは奴らが落とし穴に踏み込むのを待つだけだ。赵记者，指导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是这样。自从上次赵记者。 在公开的场合跟我们皇军表示友好之后，我的心里一直都担心赵记者跟我们的意见者会有一些矛盾，所以我特地带了一些人来保护你的安全。指导先生，您言重了，谁敢跟皇军作对啊？是不是？没有这个必要吧？那可不行，你是皇军的朋友。 我们可不能让朋友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们几个可要保护好赵记者，绝对不能让他消失在你们的视线里。明白？明白。那谢谢指导先生了。慢走。 都这么晚了，要不咱明天再收拾吧。不行啊，我得接着收拾，你回去吧。那哪行啊，就你一个人，这干到天亮也干不完呀。没事，明天报馆还得接着开张呢。你先回吧，我累了就自己歇会儿。那行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嗯。
重大新闻，《生活报》是被烧了，但是没有烧到赵静。赵静怎么着？怎么着去了？你就那么不待见他？他没怎么着我，但是他怎么着小曼了？他怎么着小曼了啊？艾小曼不是好好在这儿吗？再说了，人家陆子征都不急，你急个什么劲儿？我跟你说，你跟小曼的关系就是土狗惦记肉包子，百草心。小曼，李现说你是肉包子，他主要说你是土狗。冷云峰，你跟李现一个伙的是吧？哎，行了，别吵了。赵静真的不是坏人，如果不是报纸上刊登他跟冈本在一起的照片，他的报社就不会被烧。估计他是被误会成汉奸了。那他不会有危险吧？只要是汉奸，应该都不会好过吧？不然他的报社怎么会被烧呢？我们这两天报社出了点小意外，印出来的报纸都被烧了，人手不够，我们就印出来一小部分。这您地儿又那么远，我们没有给你送过去，对不住啊，实在是对不住。不是你们报社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是来给你们分销的，这货怎么说断就断了？以后怎么合作？对不起啊，钱老板，厂里发不出工资，已经有好几个人不干了。我们实在是人手不够啊！你们没这个本事就不要开报社，知道吗？啊，开了报社就得负责任，知道不知道开报社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责任，知道吗？没有责任开什么报社呀？开个屁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两天吧生意挺好，就是因为没有报纸，得罪多少人，少赚多少钱呀！你们得赔偿我，赔偿我！赔偿？社长去北平了。我做不了主啊！社长去北平，你做不了主是吗？好，咱们以后啊不合作了，不合作了！哎呦，钱老板，钱老板，钱老板，那钱老板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啊！我什么人一帮子啊？没有做过生意吗？哎，钱老板，钱老板，钱老板，对不住啊！要不这样，这个月的报酬我们就不收您的了，你看如何？这还差不多吗？跟你们老板说，以后做生意不能这么做，明白吗？是是是是。陆子琛他们来了，你看，老张又来要纸张钱了，我实在是应付不了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是，都什么人啊？什么人啊？老张，你妈的你啊！欠老子十年前你不还，人家报社欠你个纸张呀，你玩命的催，你是爷们儿吗？你谁？你是？我告诉你啊，烟灰在旁边呢。你听好了，如果你把钱不还给老子，你就休想走今天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哎，都他娘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哥，追不追？不追。嗯，追债的疯狗一条，你理他干嘛？别人的闲事咱不管。姚章那小子长得挺够意思的。咱们只想着杀冈本，没想到却牵扯到无辜的人，还连累了赵静。现在看来，赵静是指导放出去钓那些爱国市民的鱼饵，谁要是把赵静当汉奸杀了，他们就会把他给抓起来。对，
他们要调的就是我，是沙口的。是的，如果我们不知道赵静是被冤枉的，是替罪羊，光看报纸上的照片，我们肯定以为他是汉奸。幸亏小曼是我们的人，我们了解了事实的真相。不过，肯定还有和我们一样杀日本人、杀汉奸的人。陆子正，赵静现在很危险，我们得救他。这次，咱们可以帮一次赵静，就是当是还他帮我们的情。帮？怎么帮？给他钱作为补偿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现在咱们的钱剩下的也不多了，我还留着杀指导呢。对，咱们就是要杀指导。指导不是一直在找我们吗？不如我们去找他，谁要谁的命，那就得看自己的本事。你也得观潮观察地形啊！你这是要开哪儿去啊？开到一个适合杀掉指导的地方。子正，咱们怎么又转到生活报社这边了？咱们要干什么呀？看看奶冻楼的视角最好，能够直接对准报社大门。陆子正，你想干什么？杀赵静呗。冯永过，杀指导。哼，既然他挖好了坑等着咱们，那好，咱们就守在他挖的坑那儿。让他死在自己挖的坑里。这栋楼最好。可是，咱们借别人的地盘杀人，会不会又连累到无辜的人啊？你认识他？刘喇子，大金楼的常客。他爹曾经也是我娘的戏迷，他爹就是被他活活气死的。他爹一死，他就转向当了汉奸，因为汉奸来钱来得快。就这儿了。不许叫，不许动，要不然我让你脑袋多个坑。去。走，进去。进。坐。坐。刘喇子，还知道心虚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有本事当这汉奸，就别给我心虚。是，我知道，我以前干了很多生儿子没屁眼的事儿。我以后不干了，我坚决不干了，我真的不干了。你还知道你干的那些事儿，生孩子没屁眼啊？你放心，我们这次不是来杀你的，是想让你帮我们个忙。我们得借你家用用。啊，用用用。
用用用用，随便用随便用。我们得在这儿住几天。行，住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而且，你还得足不出户的在这儿陪着我们。陪？不陪陪陪陪陪陪，你想怎么陪，那我就怎么陪。行，还算识相。那这几天，你就跟我们老老实实的，听话。哎，我这人一向就是老实，听话。你确定迟早会来吗？不确定。不确定？那你让我们又白忙活一场。冯永贵，你怎么又心急啊？啊？他不来，咱们可以等。再说了，他自己挖好的坑，我就不信他不来。辛苦你们保护一整天了。保护你是我们的工作分内的事，应该的，不谢。辛苦。哥，你咋盯个屁呀？这什么也看不见，这呀？哥都累抽抽了，有什么用呢？是啊，虎哥，咱们这一天在这什么也不干，天天就在这里待着。咱现在吃的是日本人的饭，啊，正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况且给日本人干事啊，干得好呢，升官发财；干不好，脑袋都难保。哎呀，人吧，做出了成绩啊，局长的宝座可就是我的了。到时候我自然亏待不了你，啊。坤哥，听清了吧？不要吹完风拿。我们吃香喝辣的啊！记住他这句话。行，先这个回来吧啊！你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就吃个饼。哎，牛毛都烫好了。嗯，烫好了，你先想看着吧。说，咱们得在这儿等多久啊？指导君，这两天只有一些小市民往这个报社里扔石头跟汽油瓶，眼看着这个报社就要被烧毁了，这个杀寇团他还是没有出现呢。他们还没有出现吗？那我们就再送一份大礼给我们的鱼儿。喂，什么？指导君要送给我们报社这么大一份礼？哦哦，谢谢。张警长，这回我准备帮你一次。你给指导打个电话，让他来一趟你的报社。让指导来我们报社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杀了他。你们在哪儿？准备怎么干？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只管把指导叫到你的报社就可以了。在报社门口杀指导？这个方案不可行。这个电话我是不会帮你们打的。喂，不帮就不帮，只要知道不像个缩头乌龟似的成天缩在军营里，
我就一定有机会杀了他。凤冠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报纸一天一份，全都给我买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报告报，新闻周报。这报纸我全要了。机会来了。怎么？有你，有。